左脚稍微外摆，然后打开双臂，全变掌，两臂下沉以后，抄至胸前，提膝，往前方蹬脚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，这个弧形不能太大，一定不能太大，自然的打开，沉肩坠肘，然后抄至胸前，身体一直起来，蹬脚，这个就是左蹬脚。下面的动作是转身右蹬脚，先看我练习一遍。从左蹬脚开始，首先屈膝，然后以右脚掌为轴，转身，然后左脚尖落地，慢慢并步落下，同时两手自然下落，抄起至胸前，提右脚，蹬腿，和以前右蹬脚同样的要求。这个动作转的时候是以脚掌为轴，左脚以为辅助转。转过来的时候，左脚慢慢的落下，落下脚尖稍斜。你看我转过来，大家仔细看，脚尖落地稍斜一点，然后下沉，蹬脚，这样这个腿部比较放松。这个手的动作呢，转过来，不用合。再看一遍，一、二转、三、起身、蹬脚。下面的动作是颈部斑斓锤，右手慢慢握拳，左腿下蹲，两手一合，斑斓锤。